哎呀，这那个车又误着了，这小情侣，那美女过来的，让我帮救援一下。我这车废废呀，救不出来呀，还得用萌萌这个大皮卡行啊。萌萌，哎，那俩小两口看到没？车又误那儿了，为一啥个呀？什么车没注意，瞎嘚瑟呗。来找救援，用你车给他拉一下。你去吧，我不行，我没那技术。不是，只用你车，主要是不人不用，咱们得跟你商量一下。去吧。萌萌这好说话，找到拖车钩就行了。咱这拖车钩找到了，自己没用过，正为人民服务了。啊，你就挂在这儿吧。走了，车钥匙呢？哦。妈呀，我这也得挂个四驱，不挂四驱我出都出不去。所以这两驱车，这四驱车不带锁呀，都很难拽，带锁也很难拽。走，咱们正面进吧，老老实实、本本分分的，是吧？他如果在那个很喧那个地方误住了，我也救不出来。说实话，他这个地方还挺好，他走边儿，走边儿进来的。哦。上好了，啊，上好了。你闪开一下哈，别这个绳折了绷着你。哎，离远一点哈。等会儿啊。哎呦我去，都嗅到了。哎呀，勉强吧，慢慢慢慢慢走下来。一会儿你不要急给油啊，帅哥哈。行，我倒退档呗。对，倒档，然后我车一动的时候你就给油，别但别给到底，啊，让它动就行了，知道吧？你让它动就行了，不用很快哈。好嘞，好嘞。哎，谢谢大哥。哎，没事，不然我这越拽它越刨坑，出不来。看看能不能给它拽出来吧。断了是不是啊？哎，绳不结实啊，这绳锈到了呀。嗯。你看看。嗯，怎么绳断了？哎。多少啊？妈呀，这绳确实抓不住了，拽那几根绳拽断了。我看看我这有没有。我还没上去呢。啊。所以我说离远一点，容易崩着嘛。他是。等一下，我再找找看还有没有一根。哎呀。啊，看能不能挂上。这个行。这行，这能不能挂上啊？哦，我这是个钩啊。是的呀。可行，谁出谁谁。啊，离远一点哈。好，我离远点。别崩。车倒下，这容易崩着。劲儿出来了，妈费点劲呢，拽它出来。这傻子打舵干啥呀？停，看着这块别刮着就行，你别打舵，你打舵大了它肯定拽不出来的。已经出来了，你一打舵它不又误进去了吗？你这等于拉犁一样，小伙没经验。你看这舵一偏，车就刹进去了。你我给它拽它，那打舵，前驱车就敢往里进。可以了，它你要慢慢开能出来了。现在轻轻的往前动一下，完倒一下就出来了哈。但你别搭地哈。我现在不能往前，正好。我往后倒一下，没事，我倒一下摘钩。没事，前面应该无阻，没事。你先别动啊，现在。哎，这哥们本来刚才出来了，咔一把舵打横了呢。哎呀，小伙没经验。好，慢慢往前走，左打点，少微打轮，不能打大了啊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好好停，微打轮。停，再往前一点，别压有石头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
慢点，好，不要急打轮啊，微打轮，走，走道，慢点，给慢点给油。好，再往前一点。哎，慢点，慢点给油啊。好，好，可以了，好，可以了，别回点舵，回点舵，对，你打大舵出不来，走走到，慢点，到到到到到，到到到，别停啊，哥们儿，你停不就误那儿了？到，到到到到到，走走走走走，没事，走走走，不要停，不要停，停，好，好。哎，小孩开车呀，一点经验没有，吃一堑长一智啊，下次就明白了。没在沙地开过车。好了好了好了 ，OK OK OK， 不要动了 ，OK OK， 不要动了，出不来就不要动，我到了再拉一下。孩子，他这油门啊，他不能那么踩，沙地只要出不来，你再踩他越跑越深，一会儿底盘拖住了更出不来了。好，出来，起火。后轮不转，你不前驱车吗？啊，对。你前驱车后轮怎么转呢，哥们儿？哦，那我换倒档它也不转。你倒档前进档，它都前驱车，你前驱车你挂啥档？驱动轮在前面，打出来就行，打出来就行了。啊，可以了。你驱动轮，驱动轮是在前面的。吃完了吗，哥？我吃完了，吃完了。不是，我们前面滨海一号酒店的。滨海一号饭店。啊，是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那个什么，你这段时间你什么时候想去吃，你去吃。好了，谢谢。要不你可以，我看孩子在那儿，领着孩子一块儿呗。不用，谢谢。我们开饭店的大哥。对，会跟我们一块儿走。没事，真不用。真去，你这样我们不好意思，那这样我们得给你钱。哎呀，不要钱，不要钱，我把这个。你把这个给大哥弄起来去。哎呦我天，这拿螺丝刀都整不好。玲玲，拿螺丝刀。我看看哪个大的扁的有没。拿个扁的给我用，扁口的最好。啊，这个行。啊，这个还是老头编的吗？不太好出，好进不好出啊。弄的晚上你过来叫大哥，晚上他们去上饭店吃饭。真不用，真不用。不啊，没事，小事。留个电话。小事情啊。真别，大哥，你这样我太不好意思了，真是。啊，这个放。谢谢哈。哎，没事。快。哎呀，太热情了。这你说我救个援，这么热情再弄个应酬，哎呀，就那啥了是吧？哎呀，回来了，萌萌，呀，人家跑这里了，人家用你车不白用，人家说请你吃饭下饭店呢，什么一号旁边啊，晚上请你去吃饭去呢。你这拽他车的时候，他后轮怎么不转呢？后轮怎么可能转吗？你也又来个傻子，那小哥就够天真的了，你怎么也天真呢？他前驱车的后轮怎么可能转呢？可是他再往后倒啊，不是吗？倒的时候转呢，倒的时候他后轮不转，一动不动，就是前轮动。嗯，他不是手刹拖着呢吗？大哥，不知道啊，他后轮不转，前轮转。这样的，你快的时候啊，你在前面后轮不转，我以为他说这样的，嗯，那可能是手刹没松，那大哥。我说拽这沉呢，因为我在想你往前拽，他肯定往后倒啊。那他倒的时候，他后轮怎么会不转呢？四个轮子车，他也不两个轮子车啊。后轮不转，不是没动力是吧？对呀。哦，他说那个不转呢，那是他手刹没放。这小子，真坑我。走了吗？我凶凶他去。走了，不凶他去了。这傻小子，我俩在那看，我说耶，他后轮怎么不转呢？前轮转。那不转，你不告追着过去告诉我一声。那你看着了，你还不告诉我一声？就是你拖最后一下的时候，我们俩看着。那你告诉一声啊，他肯定手刹没是吧？我不得训他两句。手刹没拽上，我给手刹拉着手刹上给拽车。他一直在那刨坑呢，用前轮在刨坑。大哥太有才了。这热情是归热情啊，不过真有才不行啊。啊！我这天，他往后倒车，他后轮怎么不动的呢？啊！我刚才他跟我说他后轮不动，我说你全驱车后轮怎么能动呢？
但我没想到你说的是它后轮一转不转呢，是吧？不转呀。那不转，那是手刹没放呗。就是有问题呀。那手刹就管后轮的呀。哦。哎呀，好，救援成功。